这个大哥大姐们、三亲朋友啊，也请立马来就坐，把椅子坐，大概1分钟左右进行今天的开幕啊，我们的这个今天活动的演出啊。来啦，好棒好棒！进来。
甲你开一个单子。第一条，五地安全路，五号。来，这个先上你哈。好，加油哈，饮酒，我帮你开车，危险哦。饮烧酒啊！啊，你是哪会烧酒？去哩倒？今仔讲要来七十多岁生日，朋友讲要给我请一顿。哦，饮烧酒开车袂到来，滚一下。啊，哪会这好呢？用七十年的量在活你吗？啊，这是。给你解释说，这个
酒啊啦，跟你讲，你小心点，我出门那些腰酸都倒来头痛了。谁啦？哦，芭比妈咪，你看那个好恐怖哦！你鸡被关，结果爸爸跟妈妈都回了。但是呢，开始有样，咱执法哦，去救。
以及观念，老实说还是需要来进一步的来宣导哦。有因为的根据统计啊，根据统计就是讲哦，这车祸案件在咱全国内底，大概两个排名在前面，一个就是机车驾驶没有戴安全帽，另外一个都叫75岁的感官结果的哦，高龄驾驶，结果是这些车祸中重要的关键的。不管是骑乘机车的哦，啊，或者是开车，一般的交通规则会记得遵守，这是最基本的要件。那尤其是在骑机车的时候啊，你得要戴安全帽。很多人都不说，说在哦，在高龄驾驶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。我有一个超跌骑车哦，哇，先换点玻璃上，赶快上来，然后破坏了。骑公车啊，车高骑就对了，还佫骑到车侪安尼，几岁？80几岁对嘛？伊拄只75岁，佫较少对了。80几岁，爱骑摩托车，为的是只个开车就对吼。啊，当然啦，身体健康咱家佫看，你是来真 OK 哦。但是呢，上好是看人对无？毕竟年纪大吼，有真侪即个对吼，拢比较点会较慢对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即如果若是咧驾驶的时候，总是较容易发生。这意外，高龄驾驶哦，尽量能够搭乘这个大众运输的工具啊。那尤其是这个机车的部分哦，给它整开的时候，才最常见的就是不戴安全帽。这样发生事故的时候，尽量都不执行，有时候是很难以恢复的这些重大的伤害。这些交通安全的宣导，然后能够建立啊大家的这个共识，大家共同来尊重。同行生命，这个必须要遵守各种交通安全的这规定。今年这道安周了哈，我们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，来对高危18级开始分别会由我们这个公务处来这个开一棒的哈，接着办一系列的活动，让你这个开始了哈。啊，我们讲透过这个活动，然后那个百姓啊，大家共同来。遵守交通安全规定，嘛是保护咱家己的性命，嘛是保护尊重别人性命、生命这安全哦。啊，希望大家共同遵守啊！再次感谢大家今天莅临来参加这个记者会，谢谢各位。谢谢，感谢我们列位律师哦。道安周的系列活动哦，无清楚的所在哦，让买档上到县政府的脸书，比如讲云林好行啦、啊。或者是道安宣导啊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爱上云林啊等等的粉丝团哦，来获得一些相关的资讯。啊，来那么大家共同啊来做这个选择哈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历史的部分都到这。好，来阿叔进步，阿兰同仁加油。
你咱若直接判定，即我都打电话叫你出去，我即个直接，哦，已经判定你是不是在催我？这个就是老人了。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启动这样？就是希望救济生病的人，所以这是一种应该是公本的使命。我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参加公红齐盛哦。那另外就是除了路口里要办点作业哦，办点事安排好。一台车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故死亡的人？一台车速度真稍紧，塞到百里。啊，我头前看到一台车哦，灯光哦，所以要点灯光嘛。所以为什么交通部推动一项就是白天要点头灯啊？白天都要点灯的，你看，何况晚上？另外一个就是速度管理啊，速度管理路口以上还有机车安全。那就是我现在推动这个，就是希望说啊，这些年轻的随时尽量不要骑机车。少年囡仔跳都歹，加钱无加钱，要不要明年要我老哥加钱？啊，唔好让伊考驾照，歹让跳都歹，就是坐公车一号嘛，公车进到巷，所以这种是公路总局在目前推动一些重要的任务。所以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大湾现场，说我们希望如同现场所说的，亿万师傅能够一直往前来。亿万师傅有些限制降得很快，有些限制反而提高。为什么？这个就是靠全面的教育。所以记得朋友哦，以前头一句话拢是啥？哎，你上百万英哦，你我往路上跑哦，我是一个和尚，骑铁马，一个手抓起一条。不要加奖金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打仗的方式应该从交通安全做起，这样的话，希望我们的事故死亡率逐年下降。那希望从明年以后，我们这个云林县的大湾考能够拿到第一名啊，这是我的期待。谢谢各位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，谢谢，感谢交通安全。包括盖小盖的和朋友哦，我们的警察局交通队的副队长哦，黄成脸黄副队长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乐联中心陆老师宣导员的团长执行长哦，张淑华，哎，张执行长，那么我们自己的部分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哦。说了一，那有3+1四个动作，事事如意哦。第一个动作启动仪式，第二个动作大合照，第三个动作邀请县长跟贵宾长官啊一起到我们的5个主题活动啊现场做体验。好，那么第四个动作呢，再回到这个哦，大家都毛怕变，啊，那为了未来电影哦，做好道路安全哦。为了展现呢我们的这个信心啊，也希望说能够透过道路安全啊宣导啊，哎，来帮忙民众啊，能够多多的注意我们走路啦，啊，或者是开车啦、骑车啦，安全的啦，爸爸妈妈、阿公啊、弟弟啊，很多的这些安全的注意，通通能够达到我们所设定的那种。现在呢，啊，即将邀请到长官贵宾啊，刚才的这个路。妈妈，哎，宣导员，哦，还有陆老师，陆姐姐，陆妹妹，陆阿妈，也要跟他的小朋友哦，现在我要来共同启动了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，邀请县长，哎，右边，他跟他的三位处长，好，他跟他的助理六，来，副理六这边，右边哦，副来，啊，今天这边呢，来我们的刘所长、吴站长，来，关，哎，主县长。来来，那个酒瓶，来，不得用，你不会叫酒瓶，你不会叫酒瓶，好 ，OK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会倒数哦，倒装之后，请县长、部长啊，把我们的，特别是左手，我们的幸福哦，道安灯起哦，正式社会哦，好看前面喽，那其他的长官贵宾就比较。幸福每分钟，6、5、4、1，请启动。安乐居106年。
都上来哦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国小的，哎，阿叔呢？来，阿叔呢？来，有我们的手拉牌扛棒，哎呀，拿上去。哎，对，我调团哈。左边这边来 ，OK， 他左边这边来，啊，这手拉，他带点管定。好，等一下喽。旋转的发光，哦，而且呢，其他时阵哦，我们要火火的感觉，哦，
阿公讲，来阿公啊，阿公啊，饭店，阿公讲饭店哦。啊，即摆起码就得来行来到华山。啊，这变数了哦，还有华山哦，看平山了。哎，我们这个第五啊，安装过，都要送我们。哦，比如讲了，安装过还是用的哦。那我们花几点？花几点？花几点？来啊，花几点？来。这点可能是你们输了的野话啊！这这这是阿公跟野家点啦啊！啊，阿松啊，我靠他那个背说心脏低沉哦，我得注意。哎，阿公的头发挺牛的哦。哦，有，我看这地点哦，放地了安装的，不管你们修，阿婆靠他那个背说，为啥地面风景多？这风哪看到的哦？哦，好厉害哦！我这里看到没有？你看我啊！另外也是木头，这样有点不行，不行，还有那个。